台北科技锻炼馆16432出库列车号现紧急行照测试。八号进来，6436出库。八号到这边，有收到，谢谢。6432速雕，请开车。6432速雕出发，注意开车时，谢谢。谢谢，收到，谢谢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海科回来不要提早了哈，因为我。那个区间车，本线区间车在第三月台折返的哈，你准点就可以了，不要提早哈，以免那平交道影响太久，谢谢。嗯。那个三车有理科使用不如是，还有叫你行调方案注册一下哈，行调没有注册成功。好好好，啊，单车有理科使用布鲁斯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0208回不是要回送到瑞邦？喂，0208回不是回送到瑞邦吗？对啊，刚刚那个列车长还没上车。啊，还没上车。没有，我们喊了，没有回啊，找不到人。啊，怎么没有？我在这边。那问车班啊。再开，再开了就来啊来啊，来啊，可以啊可以。6432，宜兰站6432接班车长，行调测试。宜兰站6432车长，接班车长，行调测试。刚才您收听过一次，你也有抄来嘛 ？OK 哈、哦。安尼了解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来，我来再过算。系啊，反正你说。你只只要你出来十八只嘛，吓，啊，佫只小只无够齐的十九只，哦，啊佫你头前一只无够齐的就二十只，啊，伊只报伊只嘛报二十只，袂啊，安尼就好 ，OK， 好，喂，安那，有啊。你伫底咧？我拄仔才看哦，伊讲伊二级要搁放两只嘛，哦，啊头前搁一只，头前搁一只收车间嘛无够机啊，后壁只收车无够机啦，嗯啦，啊，恁遐总共几只我嘛唔知呀。啊，伊即个来着，阮头前一只，阮首先挂下32个嘛，啊，过来只收车无够机，过来上后壁迄只收车无够机，安尼其他拢够机啊。哦。好，拜拜。十八只，我可以再收掉啊。十九只，你要放几只？十九只。哎，二十只。哎呀，安对啦，安对。哎呀，好，拜拜。在宜兰行车室6432接班车长行调测试。六四
三的停车场，请问有事吗？谢谢。六四三的汽车厂，请问有事吗？没有动力。麻烦重复，刚才没听清楚。请讲。这是三号机车有问题，有时候动力会突然的消失，咱报告一下就对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再重复一遍。机车有问题，有时候动力会自动消失。你现在是已经没办法动了哟。可以，可是时好时坏。啊，你汽车号码几号？2008。报备的哈啊，调度员说你能跑就尽量跑哈。三二，请问你车子怎么样？六四三二那个机车动力时好时坏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好时坏？就是它有时候动力就自动切断。动力会自动啊？有什么故障指示灯吗？
故障只是在于那个一车跟八车那个空压机那个跳开。空压机跳开，一车到八车的空压机跳开。对啊，那个应该不会影响。那空压机跳开就是你的空调，就是那个冷气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、是我的那个动力有时候它会自动就切掉，就没有。这样子哈。好，那你现在开没有问题吧？好，现在没有问题啊。最好是看花莲的时候那个烈检，可不可以上来看一下？嘿。你宜兰有没有停？烈检查员。你宜兰有没有停？我宜兰有停哎、欸。好，宜兰有停了，我宜兰叫宜兰的烈检上去看一下，好。OK， 好，收到，谢谢。嘿嘿，好，谢谢。
哪一车的马达是第七车马达有问题吗？第七车马达没问题，是空压机。喂，那所以说你现在车子是不能动是不是？喂，东西好。现在停留冷机整个是作用。停留冷机，哦，现你现在停留冷机作用，那你现在隔离的，如果隔离它能跑吗？现在没办法啊，他现在电门都拉不起来。拉不起来，好，那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稍等，我等一下回拨给你。你说6225几分？6225。14分。你是讲甲几次的？跟几次的那个？4077啊？是。跟哪一趟要比较是吗？跟4077，4077是我们这边是17分要开。哦，你那个石鼓那个是吧？对。哦，石鼓14分，14分整一。哦，好，那就14分的话，就4077先开。4077先开哈。对。17分。哦，14分的话就先开。好，谢谢。一定要把那个啊，一定要把那个起啊。是吗？6225万十五的，还得四分之一。这至少可以中山了，不然就没事了。是吧？4077万四十万。
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哈，啊你那个你目前现在处理状况是如何？我现在停留冷机驾驶端这边还有一个没办法升的。那你是要开车是开到一半才这样子，还是说你停站之后它起来变这样子？经过中线区间之后，它抓电门那个就会拉，就都没有速度。经过中线区间是不是？啊你哎、欸，你会不会 VCB 没有闭合？对。你这样 PCB 有闭合啊？对，你这样经过中心线，所以你现在车况就是说你还在处理就对了。还是我给他降空重新再一次？没问题，你重新再降空一次啊。你如果真的不行，有没有哈？你上面有那个度检察员的电话，你拨过去0928那一支，这样比较快。0928。对，0928-937-827那一支。好，那你先处理，我先不吵你。好，好，你先处理哈。就唔惊挂掉吗？无啊，有够有车，还能够有车呀？无。5949，哎，贵啊嘛。对啊。哎呀，你若要确定路灯，你要加档去路灯台，那伊就唔惊伊挂掉。14，对吧？伊起步嘛，小可会慢一分啊。740上面调价哈。对啊，你若去罗东台，直接招翻来罗东台，啊，三双同志。我们该开始了哦。哦，容易4077也在了哦，该我在哦。4077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。4077要几股？要用二股吗？哎呀，二股啊。普悠马第四边有问题哦，我跟你讲一下。普悠马第四边，啊，现在是车子在哪里？他过中线区间以后，他那个停留冷机又作用了，他车子拉不起来啊。现在车子卡在半路了，然后我先叫他先重新升降工了。对啊，我再联络小杜了啊，我先跟你打电话，先跟你讲一下。那你跟前司机联络过了没有？联络过，他正在处理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。哎，好。放六组两车要连挂一点。还有这种车。三百多万的。过是真名是真名，但是现在好像又
上一座好像又跑到后面那个六二三，它的动力有时候会切开啊，是有，还没有要到龟山才知道呢，等龟山知道我在。哦，你看，接在一起，而且六二三四变十分了。六十三二，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在移动啊？有在移动啊，可是它现在是滑行，还是没有动力？斗速度四十九，可是是在滑行。没有动力啊？没有动力。哇，没有动力啊，那你至少要溜到那个龟山站内啊，哦，看能不能啊，溜到龟山站内。龟山站内。哎呀哎呀，你后面六二三是跟着呢。好，溜大溜大。哎呀。哇，无紧张来看哦。你不要，可以动就尽量溜在站内了哈。啊，如果没有动力的话哈。请问你有没有在移动啊？有在移动啊，可是它现在是滑行还是没有动力？斗速四十九，可是是在滑行。你没有动力啊？没有动力，哇，没有动力了。那你至少要溜到那个龟山站内啊，哦，看能不能啊，溜到龟山站内。龟山站内。哎呀哎呀，你后面溜二三四跟着呢。好，溜下溜下。哎呀，你不要，可以动就尽量溜到站内了啊。好。如果没有动力的话。啊哇，你动速呢？我动哪来？现在车子，哇，这个车子，那你搭的车子，那你现在你推回去再拉一点怎么样？有，赶快速度加起来，哦。这是三哥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现在车子怎么样？啊，现在车子就是动力只有十五，只有十五，那你拉的时候是？就是你电门有时候拉，它就没有，哎，有时候又有了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你退回去再拉有没有？现在目前有。有，赶快速度加起来哦。OK， 好。哎。好。检查员说有叫你在升降工，对不对？刚刚有降工在重新启动，对。好好好，这样子，那你现在可以的哈，我跟你讲哈。现在还是不行。还是不行。它现在又没有动力了。
这样子啊、哦。我看，等一下看能不能溜到头城。好了，你再拉拉看，再回去再护卫拉拉看，看看能不能那个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十有十五啊，嘿。还是十有十五啊？五的时候是请前是什么？是请前是，对啊。啊？2008跟2007，我是说你显示什么东西，显示什么故障？哦，目前显示的故障，嘿，它是倾斜装置车间通讯异常。倾斜怎样？通讯异常，它还有空压机强制停止。空压机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了解。你刚刚已经有降功再升功过了就对了。哎，对，刚刚降功升功一次。这样子哈、哦，你头灯有停车吗？现在停留任机灯又亮了。你说怎样？停留任机怎样？停留任机的灯又亮了。停留任机的灯也亮了。对啊。那车子还可以动吗？现在是在滑行，不要再动了。这样子，那你护卫一下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护卫得起来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好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这百 K 啊！共享刚刚平台也是有叫你再升降功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，那你现在可以了哦。我跟你讲哦，还是不行。我知道你的电源挂在电路里面，你上。你再拉拉看，再回去，让护卫拉拉看，看看能不能弄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你们算，我六八八这里空的了，今晚几百啊？我是问你显示什么东西，显示什么故障？龙虎龙虎跟鱼人鱼人就有了今天的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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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你头前有停车吗？龙虎龙虎跟鱼人，鱼人就有了。今天天气怎样？停车人鱼人真的亮，那车子还可以动吗？你刚刚说补运嘛第四边是不是？啊，车是知不知道？6432，奇怪，我打两个打那行调，他都没有开呢。7720677207720，不是吗？他都不系统都不在系统里面啊，是不是关掉了？哦，我在跟，哎，靠北啊！哎，老爸干嘛？对，哎，你就6436啊？对，你打错了吧？你不然你打？对，这两部机，对，不可能，你可能拨错了。对了，对，我正在打，我才刚打而已啊，哎呀、啊。
问题越来越严重。九九六四三二呼叫。六四三二呼叫头城吗？六四三二呼叫头城。哎，请说。请问各队员报告说，六四三二请求头城停车。你说有人坐错车，要我跟调度员报备吗？哎哎。喂，六四三二吗？哎，那你现在车子是怎样？有问题吗？我检查股。那你现在是什么？那你平冷机的灯有亮吗？有时候会有，有时候会没有。那你知道是哪一车的停车冷机吗？你那 PCMS 有没有显示？那你现在车子还在开吗？那你有没有办法确定说哪一车的停车冷机有问题？没车停，每一车停留冷机都会亮。
那你没车就去松任啊。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？不可。那你有没有看见车色灯绿色车色灯有没有亮？你看啊，如果真的作用的时候，你看绿色车色全部都亮吗？啊？你不能看，你看看滴滴又不说，你看滴滴又只是看显示而已的。啊，你要看那个车的看看有没有嘛？你要看到底是哪一车啊？啊，如果是你说像滴滴，你的 TGMS 上面的是全部的停车冷气全部亮起来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？怎么会可能会这样？那你那个，如果是你现在再继续跑啊，如果它的亮的时候，你赶快叫电视长先探头哈、哦，先探头到车窗外面看看，到底是。哎，你看到哪一次的绿色灯在亮？好、哦，要不然你这样的话没办法抓，你这怎么抓呢？啊，拉不起来之后，他那停车器灯就亮起来吗？他那个那灯啊，你那驾驶台的停车器。哦，那这一关如果是再来的话，你看看加探头看看哪一车是，你要确定哪一车，要不然你这样很难抓啊。哦，好、哦，那你有问题再给我回报。啊，你现在下一个停照在哪里？宜兰哦。好，你先开吧，你先开。啊，你有没有晚点？现在有没有晚点？喂，你现在有没有晚点？现在又来，你赶快看啊！啊，你先赶快看那个车绿灯有没有亮起来？哎，你直接先探头就知道了嘛。好，那列车长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车子还在走吗？还在走吗？在车窗上面注意就好了啦。现在还有动力吗？现在还有动力是不是？那应该不是停车机的问题吧？现在那你是全列车都一样吗？是不是？那你看它马达有没有隔离掉？马达，被人举起来，你那个是那个一定有是不是风棒有问题？你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增速风棒？那你要被人举起来的话是哪一车知道吗？他应该会有哪一车啊？他不是你最下面那一行啊？最下面一行跟人解释最下面那一行是哪一行嘛？是哪一车嘛？
八车，那你压八车的那个，你手压了它还会五秒钟，看它会复原。压车的那个车的位置，压车厢那个它变成黄色那个位置，压五秒钟，看它会不会复原啊？如果不复原的话，就其实备烟群也是可以用了。现在电门还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啊？现在又有电了，是不是？又电门又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有问题，我现在原则上我会帮你换车啦哈。那、啊、你先尽量看，那我看看是花莲可以帮忙叫花莲人换车好了，好、哦。我爷爷还我，那你先尽量这样开哈。我是三二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跟你讲，像那个电门哦，速度有时候拉不起来，有时候又有这样，只有15。你的电门有在那15，那六波啊。有时候会变成是零哎、欸，有时候那个停留冷气会自动作用。全部都作用，坏车直接会停下。现在又有动力啊，现在车子在开，对啊。它每一车停的冷气都会亮啊，但是有冷气都亮的嘞，是亮的呀、啊。对啊，我就叫那车长把它松了，嘿。对啊，电门有时候压有时候没有的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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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亮起来车子就停下来了。再来一车就对了。但是电门有时候它自动它速度就变零了，就拉不起来。就亮起来，对，它就全部都亮。这个也在这边看，还有公台北那个宜兰公路段的、啊。看哪一车就对。动力又不见了，现在电门又拉不起，又没有速度了。车子的绿灯，你帮我请列车长看车侧的灯有没有亮。
我怎么探头？我探头，我警醒就会趴掉啊。那个车侧灯，那个不是不是那个那个车侧旁边，车莫挂落去。有刀吗？看袂着，卖看太危险。车侧灯都没有亮啊，都正常啊。那不是停留冷气的问题，应该是电门吧？因为电门它有时候拉有，啊有时候拉没有这样。啊，有时候跑到一半，它速度自己又变零了。我现在的驾驶座这边变成是背缘倾斜，啊，就是驾驶座。好，电门它不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好，现在就不现在有的，现在有。现在依然要停车，现在电门收掉了。哎，现在到依然了。六个马达有什么关系？
那可能嘛好经营啊，那迄落嘛无停车啊，吼。呵呵呵。那况且你照顾也照顾。6439，今天6439，但是经过冬天期间，刚刚那个电流那个，现在又是那个大溪那个，哦，就是经过之后，就是刚开刚几了，因为刚那个变电站，终于建了，几了。哪边那个？哪边几块啊？因为变电站啊，那变电站。啊，变电站啊，6439啊，嗯，你经过中心机电要安安一楼啊，变电站就是中心机电啊，它两边切换的交叉点呢、啊，要过五年，我要过五年，要多电啊，有啊，起码有啊，起码要不到了。我看这台车哦，不要用，它电门有时候没有，这样很难抓啦。我看换车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调度，你有没有讲？我直接跟调度员讲，说到花园去换车好了。
对啊，你现在他在宜兰啊，现在目前他停在宜兰，还在宜兰啊。不是，那我先，哎，好，好了，喂，干嘛？怎样？我现在车子已经，你要换，你，他现在车子不是还在跑吗？对，他停在宜兰，他过不去啊。那个，好，你在我哪个？你下，我跟你讲啊。你下来，我告诉你了，哎呀。对不起，打错了，对不起。63号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现在有没有问题？现在是宜兰停车。我知道，现在有没有在问题？你嘉西过来以后呢？有啊，还是有啊，电门还是有时候会自动切掉。还是会自动切掉，还是一样的。自动切掉嘿。啊，停一下，它就又复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复位。那你要滑行，后来滑了一阵子的话，它那个停留冷气就全部都亮。哎，阿三。一直停住。哎。重新来一次，后来有时候又拉，哎，它速度又起来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、那它那个停留冷气，它会熄掉吗？哦，会啊，会熄掉啊，很慢的、啊。很慢就会熄掉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了解啊。那就是说你这样子滑行，它就会好了，以后它就会再来就对了。那你对对对。那你刚刚过中心期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帮它切那个用手动护卫？用手动切。手动切还是一样吗？那个消息过来还是一样有这样现象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一样这种情形，对，十有十五，对，十有十五，那要多久的时间？你等一下跟着修杂姐花寡妇的时间在一堆，哈。63号，可以开车吗？哎，那你跟他讲说可以开车，好，来，他现在在叫你，我现在把电话挂掉，哈。排定要代币6187的嘛 ？OK。哦，那你过中心期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帮他切那个动手动？手动切还是一样啊？那个交替过来还是一样有这样现象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吧？他。
只有只有要多久的时间？你看你点亮这个就很花脑子了，感觉。来来，你跟他讲可以拍证，好，来，他现在在这样，我现在电话挂。啊，三雕，你一直叫你关车门啊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都慢分了啊，哈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嗯。哎，工好。工家好。啊，三雕，你一直叫你关车门啊，你有听到吗？不动。
第一车，那你没关系，第一车的话加先他坐后面那个，先坐第一车，你加先坐第一车的，最上面驾驶室进去哈、哦，上面的那 brake 那个 brake 电池把它打开哈、哦，打开那个你在最上面那一排 brake 它不是有从右边上来电的 B O U N 那个 brake 搬下来再搬上去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你这车的话，你看你现在不能坐的话，你加过来再帮你坐了。又是真空之膜的问题。啊，他妈，他还讲啊，就是要问。这是祥乐，你好。这是祥乐，你好。现在有啊。哦，现在代码是7点多。哦。会啊，会上来，很慢。会上来，嘿。好、啊，高压机有显示，嘿。第八，第车跟第八。就对了。好、啊，现在公务已经在宜兰下车了。收到。后面，该在慢行。好，没有人哎。第一车。
他花莲的车到了花莲之后，他最近。在货币上停在花莲。哎啦，看这个你。你好，师傅好，你好，我最厉害，我最厉害，最厉害，哦，数一零七，数一零七哦，数一零七，哦，晚一点，晚上八点多才，哎啦，你要接待谁，要跟他们来就对了吼，好啦，好，我知，好啦，好，好啦，好，好啦，知啦，知，好啦，好，好，好。黄总，你台灯啊？这个树哪？树雕啊？哎，树雕会上等于花的，树雕的花的。哎，结果上面的树雕啊，啊，你听黄总，你看这个问题，你发现很多什么？什么地方啊？啊，空气啊，我。黄总。现在说过去走啊，让他走到花莲换车。34分到，38分开，15分开。14分到，15分开。好好。拿车照出来，你才站起来，不行不行。哦，拢慢17-18分。都正啊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去护卫那个保险那个主控棒的那个布雷卡吗？强制空压机的布雷卡。嘿，你有去护卫不？就八颗而已啊。就八颗又跳。护卫它还是又跳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在护卫呢？没有去护。一车没有去护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去护卫起来了，那个你叫车长去帮你护卫起来，可不可以？
你他在哪里？他现在应该是在一车吧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跟是那个知道那个布雷卡在哪里，叫他护卫。院长应该是知道啊，那个一车的那个第三个电流由机的把它关起来，再给他打开。哦，好，我叫他去找你好了哈、哦，我叫那个列车长去找你，你教他哈、哦、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车长。对。你把这护卫起来，他又掉了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变成把 ATP 把它关起来。ATP 关起来会好吗？嗯 ，ATP 关起来，它现在速度拉是有的。不 ，ATP 关起来它会好吗？你目前关起来它。他现在速度是有的，要观察看看。好好好好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叫那个列车长去你那边，你教他看什么护卫，好不好？哈、哦。好，收到。好 ，OK OK。5949A 崇德改通过。好，谢谢。命令300号，我姓许，双人许。300号。命令300号，我姓许。好，谢谢。这是谁呀？哎，好，从这改到公司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300号姓许吗？好，谢谢。刚刚一上课嘛，刚讲啊，讲伊上十几届，十几届。一对，不好意思，挂了。一个，是应该给他送一个副座。对，小毛没有处长，是一个副处长，还蛮名位的。他们对，马女这个人，他这一块他就安心了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这样子。对不对对。你早去教他，好好听，好不好？你把这护卫起来，他又掉是吗？没办法。关起来会好。为了238弄到。TV 关起来他会好吗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叫那个列车长是没有那边的，你不要看，你叫他看什么部位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一二多少？好 ，OK。一二九的，好，一，后面三。对，你好。好，一车没有复位，那车复位之后还是跳，那还是强压控制还是跳开？一车没有复位，那车复位之后还是跳？那个就是那个空压器强制停止。就是三号，现在车况，你现在那个 B O U 有叫列车长帮你复位吗？怎样？一车，哎，什么跳开？你说什么东西跳开？
那你再去复位一次 BOU 再搬下再一次啊。你再去叫列车长再搬一次啊。有听到吗？喂？出轨，有没有人听到？8K 处出轨，请问有听到吗？听了，现在那个就当跟所讲无电了。对。无从阮开始啦，迄，系啊，两条拢无电。嘿。楼东到苏兴都没有电。啊，你加个板路上都没电。啊，哪呀？哎，房东来，听到我们电台了，你这样子吃饭了。哎，我今天没电，就快到。赶紧开灯，快点。不能买票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啥方面？嗯。完了，你给人家，我那什么。你拿一下，你拿一下啊。我卡给你，他说不是丢出山了。对对对。他九七啊，一共丢一张啊。就是四三九七，哎呀，我打七二二九，他不是这个，他不是这个四三九七。
退回了，命令401庄，退回来事故了。